清楚。哎，我们这种就现在的制度跟过去的这个运作来讲，我们并没有在每一个案子都投票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全体一致决吗？有投票的就会分别写出来吗？如果有投票的话就才会写。所以只要是决议的，就是上面全部的人都赞成，所以上面全部有列名的都要为这件事情负责。您的意思是这样吗？一般说起来，我们是用共识决啦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往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郑天才委员。主席，各位委员，有请中选会主委。政委好。主委好。是。有关这个投票啊，这个除了现在我们台湾都是在户籍地，来投票啊，在先进国。